从上海到清迈不到一个礼拜就阳了啊！小杰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，说是在家里难受的要命啊，浑身酸痛啊，头疼啊，然后喉咙疼啊。哎，那么今天我早上起来了，起来我就打算给小杰买一个测试板，我估计早饭也没吃呢，再买了点早饭，打包点东西给他，药店里来买个测试板，然后顺便就给他再买一大瓶 VC， 让他吃一下 VC， 可以增强一下自己的那个抵抗力嘛，然后好得快一点。我们这是一家就在小杰家旁边的一个药店，我们进来看一下。你看。测试板在哪里啊 ？ATK， 你们，拿个 ATK，OK，、okay、啊，就这个，泰国的 VC， 你掏哪个？他说别人那里要卖300。对，别人那里要卖300，他便宜。啊，我来给我买啥？OK。看你了。OK。作为一张。谁呀、啊？说你漂亮。哎呀，他们也是这样啊，恭维人。那你呢？老没？老。很丧。老。哎，泰国人很有趣。那谁？啊，谁？那说凯，คนไทยจะบอกว่าน่าโซไข่。凯。egg egg 啊，凯啊，像鸡蛋，鸡蛋的脸型。所以你这个脸像个鸡蛋，他的意思，我像个卤蛋是吧？OK OK scan， 哎，永远躲不过啊，是吧？我那天小杰来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你一个礼拜之内，我估计你肯定要染上，但染上也不用担心啊，也没啥大事儿。那我们先到小杰那儿去吧。我们到小杰家了。不知道他能不能挣扎着起来开门是吧？就这里。哎呀！怎么那么惨？冷吗？冷啊。什么感觉啊？就是冷啊，浑身发冷。我给你测试板也拿来了，你测一下看。就浑身发冷，然后昨天晚上开始的。然后一会儿热一会儿冷，但是我嗓子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你嗓子不疼啊？一点都不疼。奇了怪了，那给你买了点早饭，早饭肯定要吃的，要增加那个，增加一下抵抗力。然后给你一罐 VC， 真的，你就拼命的喝水，拼命的吃 VC， 大量大量的吃。很快，三天就。测试一下，先测试一下，我们看看你测完是个什么结果啊？冷的不行，冷的发抖啊！对，又热，然后我那也是被子盖上就热，被子掀掉嘛冷死，对吧？就是这感觉啊！来，试试看，你这个应该很熟了吧？测试板，我们平常从来不捅鼻子的，他这个好像是。但是我嗓子一点都没事啊。嗓子不疼是吧？那可能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症状可能有区别。对，它里面应该还有一个那个吧，试剂吧，试剂在里面是吧？这个熟悉的。啊，你熟悉的是吧？今天送东西来，我还下去。你还到下面去？来，我们看看你怎么弄是吧？它好像盒子上面是可以有一个孔给你插的吧？一般都是会有个孔给你。那这里有个孔，插在里面不会倒出来。对。对吧？它是把这个倒进去、把这个倒进去啊。对。然后你鼻子捅一捅，然后这个东西。对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在那个里面弄一弄，鼻子捅的深一点，好，可以了。这个怎么了？这个没用。哎呀，没想到那么快。那你昨天晚饭没吃啊？昨天吃了一点点，你叫的外卖了，等于是。吃中午吃的东西。熟门熟路了是吧？捅这个深一点，哇，你能捅这么深啊？真猛啊！好。对，就这个里面混一混呗，混一混。我们来看你的这个试剂的结果啊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盖子盖起来，然后把那个挤出来就好了。千万挤在这个洞里面，这个洞里面，对呀、就挤进去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就等结果了。我估计肯定两条杠，
你不然不可能，也没有伤风，也没有感冒是吧？浑身疼，平常感冒也，腰也疼，感冒也是，反正也是这样。我们这里真的不会感冒。腰也疼，然后背也疼。这个地方待着真的，因为它这温度不变的，真的。来来来，我们看看，看一下。我开着灯。那这里前面这个已经有一点点颜色了，前面这个已经有一点点颜色了啊。哎，就一条嘛，还好嘛。那你不是？你是不是啊？不是，只有一条啊。一条吗？不够吗？应该够的呀。嗯。那你是狂犬病吧？啊？你就一条啊？不是的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我、哦、靠，根本就不是。那你还要来一次的，还要经历一次呢。没事。没事，不是的。反正我那个，但是话再说回来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你昨天发的，今天不一定测得出来。但是所以我们买了两盒给你，明天你再试一试。你三天之后再测，可能就阴了。对，但是我浑身疼，整个我估计躺着的时候也疼，我估计肯定是腰酸背疼，肯定是，只是现在还测不出来，对吧？这一条测不出来，那个反正你明天也可以弄，你去早饭吧，去早饭吧。你如果说温度，它一般会发一下低烧起来的话，我摸摸看来有没有热度吗？没啥热度，一点点好像。我也是，我发烧也是发一点点吃。反正你平常维他命 C 多吃吃。对，维他命 C 多吃吃，水么多喝喝。吃一点。早餐赶快吃。我去买个温度计。温度计买不买真无所谓。没用的。去买它干嘛呀？你反正该发烧都。该发烧你总要发的，你跑不掉的。温度计不用买的，你就这样吧。而且一般是低烧，也不用去退烧。对。除非你高烧了，你去退烧，很少高烧的，很少有人高烧。来，早饭先吃。一定要吃，这个东西你没办法的，一定要吃的。好，我给你去拿筷子去。哎，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啊，哎，戴森啊，你买了个戴森啊，哎，就把这个头子充电就好了，然后下面弄个吸管就能吸啦。No， 在你后面啊。嗯，我后面。哦，哎，我看我到时候我也去买一个这个，多少钱啊？这个买的？两千多。两千多人民币啊！嗯，哎，这个可以啊，到时候我也去买一个了。我买了这个灯，很好用的是吧？很好用，很好用。哪里买了个灯？你昨天买的？就那天去家具市场。你哪个插线板你插不了？哦，后来可以插了。可以插了是吧？它就是紧是吧？这个就 Intex 买的了。对啊，那上面还有那个嘞。还有一个商标嘞。还有这个桌子也是。多少钱、啊？这么一个灯1950，这么一个灯要400块钱。贵是贵的哦，这个桌子也是你买的？我、啊哦、靠，都没有啊！我、哦、靠，那租房子给你的人真划算啊！你会给他家里买家具的，真的是。看看楼下，你有没有去游过泳啊？还没有，昨天去蒸了个桑拿。昨天蒸了个桑拿，可以的。嗯，下面就是可以游泳的地方，旁边就除那个大巴车站啊，就是到曼谷去啊，什么都是在这个地方坐车的。眺望素贴山，从小杰那里出来以后，给丹丹来签证挪到新护照上去。因为丹丹的那个护照签证满了嘛，签证也满了以后，就在清迈的叫中国领事馆啊去换护照。现在换护照可方便了，人都不用去，然后直接是下载一个 APP 是吧？对，直接一个 APP 上面你把资料啊什么呀都填上去以后，你人都不用出现，然后就把护照寄过去，然后就会新护照做好了以后和旧护照一起给你寄回来，而且很快很快啊，基本上一个多礼拜是吧？一个多礼拜就办下来了。现在我们要到移民局去，因为单单的旧护照上面有长签嘛，泰国的这个长签就要把它签到新护照上去，所以要到移民局去办一办。一路开过来，哇靠，真堵啊！我也不知道为啥，你看这路上堵成这个样子，平常这个地方没那么多车的嘛，今天可能要不机场里有什么大人物来了，是啊，可能所以管制了交通啊。到移民局了，现在你看看90天报到，只要开车绕一圈就能办，很方便。哇，移民局里也这么多人啊！哦，今天人特别特别多。天哪！我了个天哪！这下车。哦，很多老外啊，什么啊，移民那个
就是那个护照啊，签证，那个签证抓紧了以后，移民局都忙那么多，真的是。行了，那单单去办吧，我去找地方停车了。哇，连复印资料的地方都这么多人啊！好了，单单进去了，我去找地方停车了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啊，各位，拜拜。小杰最后还是发消息给我了，另外一块测试板，他又去做了一下测试啊，测出来确实是两条钢，那就真的是染上了，反正也就几天时间，估计一周吧，一周应该就能够差不多恢复了。啊，行了，啊，正好有个新的消息，就给大家补充一下啊，晚安了，拜拜。